好的，来高一点，来往右一点，好，手，哎，手，对，下巴抬一点，来换个姿势，等一下，三二一回头哈，来，三二一回头，好，来把马尾给他弄一下，这有点乱了，感觉，我跟你说，拍的超好看，真的，我一会儿给你看啊。好，我先过去了，快去吧，加油，眼睛抬高，好，我现在难道不应该是个丑闻不断连男朋友跟前队友都不能幸免的人形黑料制造机吗？哎呀，你对你自己有点信心好不好？不是啊，我是真的不习惯啊。其实我也不喜欢这样，但是你知道吗？你现在在大家的眼中可是个美强惨，大家都很心疼你的。我给你看啊，那这是你前几天在街上乱走的样子。我那天找不到黄甫爵，急疯了，哪顾得了这么多呀？就是因为这样，现在网友给你们解读的是。唐苏得知自己心爱的人出轨了他的对手，伤心欲绝。现在大家不仅怜爱你，而且还送了你一个痴情的人设。还有一个，我给你看，你连 slogan 都出来了：苏苏不哭，坚强独美。啊，怎么会这样啊？不仅这样，你知道吗？现在各种品牌方的代言、广告、商务全都找上你了。苏苏，我觉得我们马上就要大翻身了。可是现在大家对我的好感都是建立在对黄甫爵的误会之上，我如果依靠这个来接工作，那也太不是人了。我觉得挺好的。你怎么在这儿？我一直在这儿。那我们刚才说的，我不介意。不介意什么？不介意？你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你不介意？无所谓啊，反正我又听不到那些消息。与其两个人一起翻车，不如牺牲一个，成就一个，这笔生意不要太划算了。成天就知道生意，生意。我本来就是个生意人啊。啊，不对，我现在什么也不是了。小五，要不你别做他助理了，就当他经纪人，多给他接些工作呗，好不好？我去做饭。啊，苏苏，我也去。太小了。